先说明一下我自己的配点，我的敏捷打算点到90就先停下，接着补力量，力量补完后再看情况补幸运，那有多余的点数我就把它拿去点体质了。那这边说明一下 RO 的转职名称，其实跟其他游戏不太一样，初心者一转、二转、进阶二转、三转，目前手游没三转，也就是说不是转三次就叫做三转。练功地点一到五十节解任务达达怪就直接上来了，不多说。五十一到五十七挂蚂蚁打黑蚁，五十八到六十二挂鬼火，六十二到六十九挂普龙北，七十到八十挂兽人。黑蚁我推荐在 2F 这个位置刷新速度快，还是普龙北这里是练等的天堂，不管什么怪经验都非常多，适合冲进阶二转。这里建议是把魔潮加锁链一起用，等魔潮两次没了再去宠物冒险赚钱。不过在这边挂机链等建议人要在电脑桌前，否则你会被有心人士利用绿色小怪物把你撞死。这个东西就是绿色小怪物，别看它小小的，它生气起来可是会变成这样。下集预告：一、平民无氪赚钱法；二、交易所的月卡到底要不要买？能的话，影片我尽量都五分钟内，避免花太多时间。虽然我连下一集啥时出都不知道，就是了。